一下。人对季节的变化很敏感，春天一来就想出门走走，于是我策划了一场关于春天的拍摄。春天出行更多的是想展现一种自在惬意的感觉，我会及时的沟通，让模特展现出舒适的状态。低级位的拍摄更能还原草地的氛围，也可以将春天没有长好的草进行遮挡。模特渐渐进入状态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更加动态的场景。索尼 HM3 每秒10张的高速连拍，让抓拍变得非常的轻松。在拍摄自行车的照片时，我使用了长焦镜头和慢速快门的配合，让模特背后的花束产生了拖影，这样照片会更有动态感，春天的生机也可以更好的展现出来。好，非常好。拍摄中 ,HM3 的实时影控对焦功能让我能更专注地引导模特。它的原片色彩自然，后期只需要细微的调整就能够出片，呈现心中春日的美好。拍着拍着，不知不觉天就黑了。HM3 超高的动态范围让我的后期有了更多的调整空间。这次春天的拍摄非常的愉快，希望能够把这份美好也传递给大家。